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 tip， 因为我最近跟 Mika 很晚我们去跑步，非常完美。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完美。今年就是要有很多的舞蹈，有练习，有跑步，所以我们一直在运动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身体要非常健康，要非常完美。我们 Into One 有很多人可以跳舞，非常厉害。我们应该是舞蹈的 sport。我刚刚染头发，因为还是一个秘密，所以我们需要就是戴帽子。我是一个人，我非常喜欢时尚，对吧？所以我就是用我的外套放在我的头，走的时候我就是看不到路，然后我去错了，就是姐姐们跟哥哥们他们所有人在笑我。抖音